先勒高铁听闻写的张润。非常感谢，就是现场来了这么多粉丝，然后来看我们这个曲目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。支持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也继续喜欢我们，然后让我们一起成长。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，就是抖音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。你的抖音账号是？啊，我的抖音账号是？对，特别火的。还行吧，就是我的抖音名字叫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很好，清楚的念一遍再。我是谁我也不知道啊，听清楚了吗？ OK， 我的抖音账号叫做卢不闹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粉丝，谢谢。